節跳動啦。咁啊，另外好啦，講下其他嘢。大家知唔知咩叫胎前記憶？即係你話即係你問呢、這個細路仔啦，話最好喺兩歲至三歲期間問佢沖完涼之後或者臨瞓之前，你問下佢咧，佢記得佢投胎嗰下，即係你仲未入到佢阿媽個肚之前，係發生過咩事嚟嘅？個天堂係點啊？你喺邊度嚟啊？叫做胎前記憶。點解咁樣講咧？嗱，話説有一個就話我仔同我講，嘢就問佢仔啊，你知唔知你邊度嚟㗎？即係前嘅記憶。就話係啊嚇，咁啊係即喺佢就見到，咦，有一個粉紅色頭。